做得好，姑娘们，这就是陷阱，奥瑞设计的。瑞文说的完全正确，他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。可是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是还要我们帮他拯救伯弥沙吗？啊，这些植物，他们又失去生命了。我们不能置之不理，这样他们会死的。斯德纳，刚才太阳魔法让他们重生了。只要我们一起使用星际魔法，就能让斯戴纳的魔法更加强大，这样就能在能量核修好前让他们活下去。好主意。现在我们去找奥瑞吧，他必须要给我们解释清楚。别担心，小植物，我们会尽快回来看你们的。